好，下面出场的这位选手同样是来自于哈尔滨，他就是刘嘉欣。教练是丛文义。来自哈尔滨代表队的刘嘉欣表演结束，他的这套表演自由滑的音乐剪辑呢，可能给大家就是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个串烧，当中的音乐有超级玛丽，有少先队员之歌，还有新闻联播的片头曲，还有西游记当中猪八戒背媳妇的那段配乐。他的这套表演啊非常有特色，而且这个其实这套表演是他自己编排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自己还是非常这个善于表演的。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整套的这个衔接，包括这个表演能力啊，包括情绪啊，我觉得整个的转变还是感觉很流畅的。尽管说是这个片段很多，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很生硬。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表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是的，那么在表演自由滑这个项目当中呢，主要是考验选手的表演能力。那么时间呢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呢就比较擅长于，他的目的可能是希望能在这个有限的几分钟时间当中呢，向裁判展示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音乐。对，所以呢你看可能整个的这个没有，他不是一个表现一个主题，他是展现不同风格的演绎方式。对，而且这个我看观众也非常接受哈，这个表演完了以后，这个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啊。那么选手呢，他就是争奖牌是一方面，如果呢自己的能力不一定能够获得前三名的话呢，能够有一套给观众印象很深刻的节目，这也是一个独到之处。对，这个因为花样滑冰它是一项这个艺术与竞技体育结合最紧密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不仅仅要展现它的竞技体育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还要充分的展现它的这个艺术表现力这一方面。那么一个选手他这个需要他全面，需要他有表演能力，又需要他在技术上能够精益求精，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非常难的这个对选手要求非常难的之处。是的，花样滑这个项目呢，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如果不看他的技术难度以外呢，对他综合表演能力更像是个演员。虽然在体育项目当中有好几个项目都是有音乐配乐的，比如说花样游泳，还有艺术体操和体操当中的女子自由操，但那几个项目都不如花样滑冰这样对运动员的表演能力、舞蹈姿态、表情看得那么直观。技术分29.48，节目内容分61.50，这样成绩是90.98分，排名第一位。哦，非常高，小伙子也展露了笑容。